老板加下水了。服务生倒茶水，快速贴心的行动让顾客惊奇连连。其实关键在这方块。服务方块能干嘛？从结账、茶水到整理桌面，只要翻一下方块，服务生戴着手环就能收到通知，快速回应，号称翻桌神器。而操刀团队大有来头。在我的血液里面留着的 DNA 是 innovation 的 DNA。我超喜欢 innovation 的，而且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十年，在这个物联网时代，创造出更多感动人类的体验。戴着眼镜，斯文的外形，他是王景宏，宏达电前任行销长，现在的身份是新创企业拓联董事长，从零开始重新创业。动动手画棵树，再用手机拍张照，上传手环 ，DIY 图像马上出来。拓联处女秀 Noodle Watch 超高自由度挑战 Apple Watch， 被业界封为穿戴界乐高。其实王景宏有目标，我们的愿景是要成为物联网业的戴森。再过来十年，是一个物联网的时代。从宏达电时代打造王牌智慧手机，到创业推出手环，甚至服务方块，王景宏每次出手都让业界惊奇连连。三立新闻古高树吴凯中台北采访报道。